the melody? When I popped off, then your girl gave me just a little bit of lotcha. Baby, so cold, he from the north, he from the Canada. Bankroll so low, I got nothing else that I can withdraw. Ran up.说了，难道前期可以尝试出白剑单杀的，你知道吧？什么东西啊？改下剑位啊！他这个剑位是好奇怪的剑位。说男刀，男刀来！这盘游戏教大家如何啊？打男刀啊！为什么？因为我能。先补刀啊！我喜欢。大主播的几百块礼物，我们谢谢，没看到，感谢李恒的乳头送的这个打扣啊，谢谢。我刚刚在教学，我刚看手机去了，我把礼物这边没看到的。我真的，我肯定谢礼物的呀！我操，我怎么本来没什么礼物，我肯定看到礼物，我肯定想谢的呀。感谢我的乳头，李恒的乳头啊，李恒的乳头。感谢乳头，感谢乳头啊！怎么有点小亏啊？我这不，所以我用两瓶药，他用一瓶药，怎么我失误了？这不，但是有机会啊。快往上走，搓鞋子，不要出那个，再找个机会杀他，直接出门，直接出门。我们多一个白剑，我们多一个鞋子，待会追着他 A 就好了。我们还多一个药，他没药了，他虽然满血，但是我们多一个药，找个好的机会跟他打一波。我二级不该跟他消耗那一波的，来打一下没关系的，着急了。可能在打队友的这个，我已经做出来了，走半血五级。
这就是前期没打出优势，那就没办法了。我自己二级那波着急了，我想跟他换一点血量，结果还是换亏了。我操，三级杀男刀 QEW 挂个电刑，然后两个被动都中的话挂点能，直接就追着 A 就能 A 死。发育就好，没关系，队友优势，我们等队友的跟配合队友优势打就可以了。发哭链接你随便在网上找呀，发育就行，不急。这样刷线就可以直接刷掉了一条线，我们拿了一个人头发育就行了，我们两层戒指不要死就行，不要被男刀秒了。等我们最好刷到一个这个装备，男刀就秒不掉我。不要走这种地方，这种地方他翻上来我就死了。不要出去，站在后面。等于努努，因为你不知道努努的位置。你看他这么怂，努努在后面呢，他在骗我上去，你知道吗？来，努努在这边。可以交闪，没交闪。这样出，但我的话前期的血量就有150的40，将近200的血量，不太那么容易杀你。我已经做出了我的。如果你带这个，再带个骸骨镀层的话，然后再加一个那个叫什么过度生长的话，那你更肉，你知道吧？你会更肉。你可以选防装，也可以选输出装，选团战持续伤害、持续能力。这个韧性也可以，但打男刀我一般不这样带。打男刀的话，因为你也可以秒男刀的，没必要怕男刀。而且你出了这个装备，大大的加强了你打团能力。男刀很怕金身的，你有了金身的就很好发挥了。他不出意外应该是死了。你赶紧走，拿走，拿就行了，对，跑就行，没关系，他们白跑一趟。你就当拿这个大招杀了这个剑魔，他们白跑一趟。这波没技能啊，打不过啊，除非杀那个剑魔没用大招，那这波就可以不用走，跟他们刚就行了。哎，这个龙先锋可以让给他们，没关系的。还是大杀特杀吧。这龙要疯了。
失误了，我失误了，我他妈没看到男刀，我操！我以为男刀在哪里去了呢？这男刀又不帮他，我以为他难道在蹲这个男男枪，你知道吧？啊，这就很难受了呀，我没看到男刀。我这四层戒指掉了，掉五层嘞，我七层戒指。没事，他杀我没关系。谁杀的我？努努杀的我，努努杀的我没关系。他就拿150，还好。昨天刷了推推棒了。死一次小问题，他穿透好高啊，这个人嫌他伤害很高，稍微注意一下。他又往下面跑了，他可能在这里，看没有？你如果往这边走的话，你就死了。这有炮射线，他会清得很慢。这边做个视野吧。把他骗子呀！他翻下来，两个被动没中啊！骗了我一下，他一个身位，小身位骗了我一下。我这波不该死的呀，这波死了有点断节奏。死了这一次断节奏了，有一点点。把法团也做出来了，30法团，完全够用了。这把游戏一卡的再顺，一定要配合队友去打。我刚刚要是不被男刀杀那一次的话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无敌，妈盯着男刀追着男刀跑。走吧走吧，俩人。然后正好保来保他了，不保他的话，这个男刀就会去杀他。那难道这边不就炸了吗？那我们德莱文就烂了呀，保下他吧。我站着，我不管，我只要不他只要不死就行，我站这里保他。兄弟，你真的太过分了，有点。这太过分了，我保不了你啊。他这样玩
他太过分了，我就把他走了，我真希望他赶紧走，他他妈还要堵到别人家。我当跳板，我不当跳板他也死了呀，我不当跳板他也死了呀。我觉得玩德莱文的话，不给机会的话，那会很好赢的耶。想再吃一波线，难道差的线有点多？要么在这里，要么在这里，百分百在这里。准备好应付麻烦了吗？张三，我说他百分百在那里，不信。反正我心里面很不踏实，他拿那么多人头，总感觉他待会儿拿再多人头，拿很多经济，然后去送掉，送掉了之后，送掉之后我们很难打。但还好我们南墙起来了，南墙起来了就随便赢了。我这把游戏需要做到的就是苟在他们后面收割一波，游戏结束。我只要苟在他们，苟在队友后面收割一波就好赢了这盘，这我需要做到的事情。中局唯一很好赢的方法就是狗在后面收割，是最好赢的。别被他拉扯了，别被他拉扯了。我说了，别被他拉扯了。已经躲得很远了，回头看他有机会才去的。一起升，一起升。我这个回城，这地方回城不是很安全的啊，在这里。我说了，这把游戏你想赢的话，就狗在后面收割一波就可以了。一刀死了，点了对面。